抓怪兽，不知道拖吊车够不够。那本分局严谨于7月20号，哦，大概17点，啊，接获报案，啊，在新城西出海口，许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，啊，在该处不慎翻覆在沙滩上。那经本分局同仁啊联系那个怪手，那大概于21时，哦，然后把该车脱离岸边啊解决状况。